好，有押韵哎，然后赶快试一下我们的外套到底够不够看。我先吗？很漂亮哦，来。很自重，知道你的宝座在哪里。好坏哦，帮我开。啊，好，帮你开。其实我不行。哦，算了算了，都关了都关了。哈哈哈哈。那个Sean的宝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等一下你可以躺躺了。哎，秀。这是我们的，我们这次 road trip 的大城堡，移动城堡，坦克车，坦克车没错，他来逼车，我刚刚都不知道赶了多少车子走了，好像那个牧羊犬哦，毕竟谁要离开，就为了要试某个东西，然后呢，结果你就一直靠近人家，他都不知道我在试啊，哪里可怕？哎，这个露营进去哦，千万不要，哦哟，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讲话啊，千万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讲话，谁逼车？谁逼车？没有逼车啊，他们自己这样开的啊。他们自己这样开，他们很有那个。现在要开箱我们的房间了，好激动啊，好兴奋啊！那个封条啊，撕开的那个封条的上面要 clean and seal for your protection。OK， 要撕封条，撕喽，请撕。直接开门就把它撕，很撕。哦，我先吗？你先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了啊，摄影机先拿。哦，哎。哦，电视已经帮我们开好了吗？还是上一个房客忘记关？哦，最重要的冷气吗？是啊。view 准备打开，揭晓了。哇靠！哇靠！原来水舞秀子这个吗？外面就是埃菲尔铁塔。Nice， 这个 view 很好。20块。哦，这里看到了。我跟你讲，看到在那里，爽吧？这下面全部都是 COVID-19， 这里一定有。对啊，一定是啦，说的是。那你不用泳衣，你也可以进去啊。你看那个，棒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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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当网红了，嘿嘿。网红第二号，网红二号 ，Hello。可以，那浴缸没有。没有帘子，反正我们才住一晚而已，没差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水舞在对面。一堆大麻味。然后沿着贝克斯大道走，走走走。好热哦！好热哦！抓到时间不好啊！于是第一晚就在小赌怡情下结束了。早上的凯旋门，早上的赌徒，这个是。大赌徒已经赢回本金，好赌成性的 Lindsay 小姐。对面是凯撒，不是百乐，这是百乐吧？百乐，凯撒呢 ？OK， 早上的 Vegas 上面没有很热哎。对啊，棒。
说说现在冷不冷啊？才刚从都城来到犹他州，我就被 Evan 骗了一把。被你骗了一把。你买了什么？我买了运动内衣，完全没有用。我也完蛋了，一定要去逛衣服。谢谢 Chuck 司机，老司机，开了六个小时，啊不对，你们两个总共开了六个小时。啊，准备进房间，扣扣扣啊，你要扣扣扣啊。哎对，我们要进来喽。哦，棒。怎样？我被电到了，怎么一直被电到？我们要进来喽。哎呦，这样。我靠，哎，这笔是哪个彩的？开灯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差不多吧。哎，有稍微大一些。哎，可是厕所没了，厕所废掉了。帮我开一下。浴室废掉了。有灯吗？他的洗手台在外面。不错，我喜欢他的设计，我喜欢这个逻辑。好诡异哦，真的。还不错哎。等一下，那我们那边练习21点。裹棉被出门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跟你们讲。哎呦喂，裹棉被出门。我等一下计划一下是要逛哪里。到底是要等几下？哦，先是都你们饿了？还好哎。我其实也还好哎。因为我们一直在吃。我一路上车上一直在吃东西。那好，我先研究一下这附近要吃。我要看一下，你们要 dine in 吗？YouTube 频道的第一支影片吧？没有，那个 Paris 电影都还没上映，我都还没剪完。哎、欸，我们终于历时了3天，开到了黄石公园了。你现在的我要入境一下。他现在都耶，这是蹭车仔，蹭车爽。这个是美丽人妻，这个是过弯大师。这个是小 Q 你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散步了，趁天黑之前，然后赶快试一下我们的外套到底够不够抗寒，好不好？这个外套，猜价格，然后到时候答案写在这里。然后你的标签还没剪，是不是？标签，你要找好看在哪里。在底下留言，然后猜中的人这件就送寄过去给他，寄过去吗？干，我送一个那个 Vegas 的 token 给他，偷偷拿出来，然后再猜一下这个蹭车仔的这个的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猜出来的加起来会写在这边，我也直接送他好了。这个的呢？你送的哦，你送的，不好意思。这个猜看像谁的前女友的外套？猜中的，把他前女友送给你。行啊，好，我们开始散步了，拜拜。我正在录，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开窗户吗？可以啊。真吵，是男的。哦，他是男的。这里的人，一半有水准，一半没水准。有戴口罩，没戴口罩。所以我是最没水准的，最没水准那个。爽啊！哎。不是你刚不是你刚不是要拿吗？你车又没有开，哦，刚没有开锁，没开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就是没水准的人。对。对啊。真的，你要跟我们隔离了。已经。你要跟我们隔离水了。我离看越来越近。不要不要。哇，好多人哦。被霸凌到死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的，可以把它拉起来。这叫 Mid Geyser Basin， 我们要看的是那个 Grand Prismatic。加一个给他们的路都沿着这个，不知道是叫黄石河，但是这条河就疯狂的穿梭在我们之中。
来看看这个角度的我好了，刚刚都一直把镜头朝前面来拍我自己。后面，后面这个 screen 真的是可以下去泡温泉吗？你敢下去吗？现在走向那个前面最大的一盆，看人们绕着那圈，感觉真的颇大。从这个角度下去看，感觉很烫。好的，它叫我们弯位，只能左转。我们不要跟那些人碰到。对啊，发觉我都词穷哎，还是没有做这些工作。我在，对啊，反正我口罩戴着，他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想着急。